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今天我用客家话学习一下陪老婆去逛街怎么说啊？首先就跟老婆说你想买什么？要问的话客家话怎么说？你想买物街？你想想买买物马街？街，你想买马街？你想想买物街？买马街？你想买马街？你想买马？啊？快一点就是你想买马。你想买马？这对样对对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你想买马？啊，听懂。你想来了，买马？嗯，你想买马？然后嘞，老婆呢就可能会说，看那里一张，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就是先看一下，先看哈里一张，先看哈里张，看哈里一张，直接说看哈里张，直接说看哈里一张看也哈可里以，张，看哈里一张也可看以，哈里张，看看哈哈里里张。张，看哈里张，看他的一张，先看一下。对，先看一下。OK，那就带老婆去了衣服店，那就拿了衣服之后，跟服务员跟拿了衣服跟服务员说的话，你看上那件衣服的话，可以先跟他说，让改后一丝嘛，这个可以试一下吗？让娘改改后哦，一丝是嘛。娘改货意思吗？两改后一丝毛，娘改货意思？这个可以试一下吗？娘改货意思吗？然后呢，你换了衣服，你老婆换了衣服出来以后呢，要是尺寸大了或者小了不合适的话，可以跟服务员说，爱太一码，要大一码的，爱太一码，爱太拍一。一码，码，爱太一码，要大一码，要大一码的。要会是，大一码，要是你会大需一码，要小一码的，小一个型号的小一码的话，就是爱西一码，爱西，西，爱西，爱西一码，爱西一码，爱西一码，对，爱西一码。要是要大两码、三码的那样的话，就爱太两码，爱太亮吗？码，吗？码爱数的太亮码，吗？爱太两码，爱太亮吗？爱四两码，爱四亮吗？对，要大一两码，要小两码，这些都是数加数字上去就可以 OK，那老婆穿的衣服我不太喜欢，不好看，不好我们看。换一下，怎么说啊？你说不好看，不怕被老婆打吗？那就不说不好看，直接说我们换一下怎么样？换一个。直接其实直接说，让改冒空问一改，这个不好看，换一个试试，让改，娘改，唔好看，你好看，好，好，看，看，合起来就好，是让改唔好看，娘改你好看。问一改，问，one 问，one 有点像 one two people 那个 one。one，one 一看one 一改，，one 一改对，one 一改，，one 一改，换一个换一个，one 一改，one 一改，这个很难，难度很高 ，one 一改，one 一改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，要是男同志们不想陪老婆逛那么久，他逛了2、3个小时很累了，想快点结束这段旅程的话，你可以，他就穿得不会太丑，就差不多的话，OK 的样子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说那件衣服，你可以这样说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就这个了，对，就就这这个，个了，就这样说，就买这个吧，客家话客家话就是。啊，秋娘改了，好好看。哦，秋娘改了，好好看。哦，就这个吧，很好看。哦，秋娘改。秋秋娘娘改改。秋娘改了。秋娘改。
就酿改咯，就酿改咯，嗯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吧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嗯，就要鼓掌吗？对，要鼓掌。但是太着急的话，这样说出来的话会被发现你不想陪他逛街的，啊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嗯，酿改好看，嗯，酿改好，酿改好看，好看，嗯，就比较稳重一点，嗯，这个好看，嗯，酿改好看，酿改好看。好好看看，嗯，酿改好看，酿改好看，嗯，就酿改咯，就酿改咯，哦，就这个吧，就酿改咯，嗯，这个最重要啊，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就是把它反过来了，嗯，对对对对。OK， 那今天内容我们复习一下啊，嗯，你想买马街，你想买马街，你想买什么，你想买什么，就是你想，你想买马街，你想买马街，然后看哪里脏，看啊里脏，脏，嗯，看哪里脏，看哪里脏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看哪里脏，然后酿改，酿改，何以思么，何以思么，这个可以试一下吗？嗯，酿改何以思么，嗯，这个可以试一下。嗯，试一下嘛。对，爱太一码，爱太一码，要大一码，要大一码。嗯，爱细一码，爱细一码，嗯，要小一码，爱细一码。对，爱细一码，爱细一码。对，然后就是唔好看，哦，唔好看，唔好看，换一改。换一个，嗯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对，不好看，换一个，唔好看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嗯，酿改好看，嗯，酿改好，嗯，酿改好看，酿改好看，嗯，就酿改咯，就酿改咯，哦，就这个吧。就酿改了，就这个了。对，还有例如买鞋子那些的时候，也可以那个码数也可以说 ，oi tai it 码 ，oi si it 码，一样的。嗯，要大一码的，或者是要小一码的都可以。OK， 大家今天学习的内容，也不简单啊，不过多点学习的话，那就陪老婆逛街应该都没问题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面那句哈，不想逛那么久哈。大家好好复习，多点看这个视频啊。那今天到这里了，嗯，大家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